米卡智力玩具，欢乐钓鱼组。哇，好多小鱼啊！这是欢乐钓鱼组玩具。萱萱，我们一起来玩吧。好，玩之前要先把池塘给组装好。你看，像这样，把木板上缝隙的地方相互对接起来。这样，好了，池塘组装好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把所有的小鱼都放到池塘里去，注意放的时候要把鱼肚子上带有磁铁的一面朝上。好，来吧。哇，多啊！哇，这下池塘里有好多小鱼了。那我们来钓鱼吧。好。我的，我钓上了一条蓝色的小鱼。嘿，我钓上了一条红色的小鱼。我又钓到鱼了。萱萱，你一共钓了几条小鱼？我一共钓了五条小鱼。哇，萱萱真棒，姐姐也钓到了三条小鱼。接下来我们来玩颜色配对的游戏吧，让我们把相同颜色的小鱼放在一起。好，我来盘。好，橙色，好棒，加油。好，哇，萱萱真棒。我们还可以根据小鱼背后的点点来玩数数的游戏哦。萱萱，我们来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把它们排出来。好。哇，萱萱真棒，欢乐钓鱼组真好玩。小朋友，你也一起来玩吧。